周家乐今日现身出席无线处境喜剧《我回家之开心速递祝节会》，提到好友林海恩侍应女仆装低胸艳照意外流出，有网民大赞佢身材出众，家乐大表认同。呢啲就梗系不嬲有料噶啦 ，Iris 即掂啦，简直佢平时 IG 嗰啲 post 都杀死千万少男啦，已经冇问题。我就梗系冇啲咁嘅福分影啲咁嘅相，大佬我自己啲咁嘅身段、啲咁嘅相貌影咗出嚟，其实都唔开胃。